2020碧潭水舞光影秀将碧潭设计成一个大舞台，光影水舞穿插像是梦幻美景一样。新北市管理局举办记者会，公布2月14号情人节碧潭水舞光影秀正式登场，光影和水幕还有雷射光雕交错的绚丽响宴，再加上原创乐曲，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受，相信会带来梦幻美景。那在过去碧潭水舞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灯光跟水柱的结合，但今年呢，我们特别结合了雷射，结合了水幕，结合了动画。那尤其是我们这次所有的乐曲都是为了这次碧潭水舞所原创的乐曲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这将是一个不单是声光效果的结合，更是结合了一个高科技的结合。我相信这次将近60天的这个整个水舞的过程里面，带给大家是一个全新的感受。碧潭水舞光影秀带出碧潭的在地意象如梦幻一般，再加上周边美食搭配，每年到场的观赏人数对新北市的观光旅游带来不少商机。只是今年遇上了新冠病毒来搅局，会影响民众出游意愿。我们也会做好一些必要的控管。那我们预期大概碰到假日啊，可能会人潮会比较多，但是我们会随着疫情的这个情况发展，我们会做这个最好的一个现场管理。那我们希望所有店家都能够配合自主健康管理，勤洗手、戴口罩，然后随时在上班的时候，开幕前都要做好这个柜台的消毒工作，尤其是量额温。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好最万全的准备。管理局强调，与地方店家做好防疫作战的准备工作，再加上碧潭是户外宽广的大自然，少了密闭空间的疑虑，建议民众出门走走，看看雷射水舞，减轻防疫的心情负担，换来好心情。记者林立吴志恒新北报道。